主人不在家，韩光君，我们自便吧。以后记得千万别自己一个人玩。有人来了啊，多危险啊。绵绵，爹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出门的时候别乱跑。哎，你还一个人往前冲，你说要是真遇上死而复生的夷陵老祖和他的鬼将军，一口把你给吃了，你说让我和你娘该怎么办呢？啊！我不怕，娘说过的那些故事都是瞎编的，夷陵老祖不会欺负好人。嘿，倩雅，你看，他还顶嘴。好了，绵绵，站好听爸爸说话。绵绵，什么人？出来！没有谁。出来！韩光君，不管是谁，反正是个人，不是东西。你是魏？难道这位夫人认识我？我跟她有仇，招惹过她。不对呀，我不认识叫做青阳的姑娘。绵绵，你是绵绵。